6月4日晚，我希望大家一傳十，十傳八，逼爆維園，逼爆銅鑼灣。在2003年，我哋香港仲係沙士疫浮嘅時候，都有50,000名市民冒住疫情係去到維園。嗰年嘅7月1日，係有50萬人反對23條立法。今年好似，不過時間更加接近，逼爆維園。6月9日，乜嘢都唔好做，打風落雨都要出嚟參加遊行，一人行多步。我希望各位明白，現在香港是處於危急存亡，就好似1989年的學生在軍事戒嚴之下繼續抵抗。我希望大家一傳十，十傳八，維園、燭光會，大家一定要到，到了就會有一個更加堅實的基礎。6月9日，我們就會逼爆香港。